对吗？对，你这么喜欢绕什么口音色的呢？呀？不绕口啊，就倒过来而已啊。什么音色的呀？对，就是萝莉音啊、少女音啊、御姐音啊，对吧？你现在什么音？我是少女音，但是我三种声音都可以。没听出来呀？就每次你点我，我都可以点，就是点一个人，但是感觉像点了三个陪玩一样。这么刺激呗？对，生活所迫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了生活，先来一个学那这些东个，西。我给你形容一下，你那种比较有文化，说话又比较有内涵，音这个声音又比较柔软，然后这个就是一听就柔是那种软。长得还不错的那种的那种音，来一个。那这个得带一个 BGM 呀，带点音乐。你要听一下吗？什么音乐？可以。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种。那我想想，我去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文本。声音柔软是吧？好，我试试啊。来吧，女菩萨，来吧，女菩萨。女菩萨，不是啊。这个吧，谢谢一只这迷声音路的吧，我小找鹿，个人过来。大飞机儿，祝老板的鸡儿和飞机儿一样，等一下，我选个音乐，祝老我板和选飞机个儿一样，这个吧，趁机换。可以起飞。谢谢一颗颓废的种子。那我开始啊。下路 ADC，我玩个无敌的维恩吧。以前我怕你是天空的流星，还来不及许愿就划走。我尬住了。现在我想做夜空，存在你划过的每一片星海。这声音可以吗？谢谢久远的幸福，没了。对呀、这跟你刚才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吗？我给你试一下，嗯，小哥哥，我这样讲话可以吗？谢谢小彤彤529，小姐姐，我也能这样讲话。你这样讲话没有我讲话好听。啊，再来个别哥的吧，哥，这我样。能要个亲亲吗？我能要个抱抱吗？我还想被你，你我举可以高给你个高。粑粑。好难过啊！小哥哥，你知道幼儿园的马是什么马吗？幼儿园的马是什么马？是马赛对，幼克。儿园的马是什么马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马。你一个大笨蛋！我告诉你好了，那个是我对你的，哎呦我天哪！我以为是什么马呢？我以为是这是什么尼玛还是什么？我想了半天呐！哎呦我天哪！我真是骡子和驴少女音就都是会我说现在话呀，给你都会讲叫，话的就声尼音。玛离谱啊！然后还有个御姐音，好，行，来一个吧。你有一双使人心魄的眼睛，我非常喜欢。啊，我有两把枪，一把叫射，一把叫啊，是不是三个陪玩？确实，所那以你如果下次你要还是有一这个样跟说我，的知话，道我吗？想只点一个，然后把剩下那两个给退了。你顶我吧，没有办法，现在做陪玩没有点才艺，真的活不下去。我听说好像，哎，因为以前有朋友啊，就是好像是。就是点过你，应该是，然后说有绝活儿，但具体绝活儿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你不会是看之前某个主播来的吧？我记不太清了。
不搞不搞，那玩意儿不搞，搞了我上次遇见个主播也是这样子说，听说你有绝活，然后知道吧？然后让表演，非要我表演，谢谢，我是机器人的飞机，把我架在那个炉子上烤，你知道吗？表演了之后，我号封了起点，把你架炉子上烤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。我就像那个烤炉上的盘菜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表演不太合适。然后表演了之后，我号封了起点。我记得上周好像是吃了7天的土，还在封号的呢。那管的挺严的，这办办。他不是他听着那个哈。啊，我给我整尴尬了，你知道吧？稍微来一个字儿，我感受一下。那我给你表演一个短一点的，好吧？好，短一点的也行。绿色正常的可以吗？绿色正常的可以吗？咱也没说不是绿色的，我就问你有什么绝活，然后你跟我说是不是绿色的？我是绿色的，是绿色的。主要是他，哎，我会的那个他。哎，反正办办会限制我嘛，懂吗？就我不能表演，哦，反正就是，我明白了，我会的不能表演，但是我牛的可以表演，懂吗？没太明白。就是绿色正能量，知道吧？那个可以绿色正能量啊，要不然那什么，这个我看看 ID 10353573，我们一会儿私聊也行。不了，不太好吧？你是不怕你老婆打死你是吗？先来个绿色的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我现在都不知道，你整的我真痒。我有点刺。它是一个口技，知道吧？口技，别，我也会 ，baby bubble。哎呦！泡泡音呗，嘴巴发出来的。嗯，对，差不多吧。但是你刚才这个好像是你发出来的吗？对呀。B-box 是呗。对，有点像 B-box， 但是没有 B-box 那么牛，知道吧？啊，我明白了，这也没哪，真是的。吐泡泡我也会，等会儿啊。我教你吧，我教你一个心跳声好不好？就是刚刚学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像蛤蟆。啊，行，来一个。但是练久了就会挺好听的。你嘴巴闭着，然后震动你的声带，就喉咙，就是震动它，就是。你要鼓出来，鼓一下就好了。好了，学不会了，就这样吧。不是，我按你的方法也没有用啊，感觉。闭嘴，震动你的声带，然后。这蛤蟆声都没有，我平时咳嗽是这声的。咳嗽不是，这样吗？咳嗽，你这样式的吗？这么起来。你已经学的啥？我学的 E。好的。上可以打。拿来就杀泰坦不行，可恶！我走位，走位。等会儿，这不着急啊？你怎么死了呢？那加血我不交了啊！算了，我还是叫一下子吧。啊！哎，你怎么死了？好吓了！这波有那个镜打死了。这波配合就不是很好。对。然后闪现过去的时候被勾到了。你要说配音啥的，我会给那个塔姆配音。塔姆，你配一下，我听一下，可以吗？超帅了！
我塔姆也厉害，下把我决定来个老铁。可以。下一波他俩应该是没技能了。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去插个眼。行，但应该不会来人。努努，你插这儿吧。这不行了，这小子打人有点疼，薛薇。你稍微等一下，你要被勾到了。没事，小问题。玩个维音还能被泰坦勾，耻辱！我只能说是耻辱。这维音确实是有点废呀，我一瞅啊。其实这不是我的真实实力，我一个人一说话呀，我这是三心二意呀。来来，努努了，撤撤撤撤撤，我就容易就是这个，哎呀，就玩的吧，就会出现点问题。没事，我们压在塔底下。你会不会？我不会，我不太会 AD。啊，原来这就是你的真实实力是吧？啊，你不要这样讲我。我的炮车要没了，我听肯定没有了呀。哎呀，我的炮车呀！你看这脸谱吧。其实俺俩到六，感觉能小打一手。嗯。先耗耗血吧。打他很疼的，咱这维恩前期也没啥用。你会不会玩那露露？会。行，如果还有下把的话，俺们可以来个露露，你觉得呢？可以啊。啊，我没事，我给推走了，问题不大。就走就行了，往前走，啊，往前走。走了，我真难过。你不知道那里头有人吗？知道呀。那你可能是有，我觉得你不是喜欢吃青菜，我知道你喜欢吃啥了。吃什么？你比较喜欢吃猪脑。什么意思？你几个意思？你到头了好吧，兄弟，路窄了。开眼，快救我，救救！你平常会运动吗？快救救！干哈呢？这人啊！你平常会运动，哥哥？运动吗？会运动啊！我。那你就是很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男生运动完了之后不是会流汗吗？啊。那你会把手伸进腋窝里面闻一下臭不臭？就摸一下，然后再放进鼻子旁边。那应该不太会。我会摸一下我的屁屁，然后塞到你的嘴里。我操，你可真恶心。你恶心，是你先问这恶心的问题的。闻什么呀？那还能不臭吗？那你肯定搞过是吗？我不用搞，搞过，我不用搞。但我基本上运动啊，我都是这个跟我这个跟我媳妇儿一块儿运动，两个人运动会比较有这个有动力一点。这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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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这努努疯了是吧？啊，能不能给个人头？能不能？哥哥，我怕他打死你、啊，对不起，行，错了。凯也来了，你别勾啊！你先别勾，你让他俩把线推过来。啊，你先让他俩把线推过来。先等一会儿，再让他推一下子。好，上墙。
先把他点死，我也死了，走个位吧，这你就站这不动了，挺好。海妖十字杆吧，哎呦啊，漂亮。那我能听吗？还算我知道了。听，别听了吧。没有听，我没有听，哥哥。就这么地儿吧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将被击开。哎，你们爸爸是不是可以在那个房间号，不是房间号啊，叫什么来着，就在房间里边点点陪玩是不是？嗯，对啊，就私人房间跟点单厅嘛，都可以点。私人房间，私人房间就是是一个人还是好几个人？好多人啊。那也不叫私人，肯定有选择呀，那一个人的话那多多惨。你是哪个房间的？啊，你已经逐渐对我产生兴趣了是吧？不是，我下回我避免就点着你啊，我去别的房间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头了。好勾，多杀 AD， 好定 ，nice 啊！我决定还是哥哥，你太牛了吧！我决定还是那什么，那个，可以小记一下你的房间号。啊，这波还行，6668很好记，66三个六一个八，6668记住了啊，以后6668我去找惊叫，绝，那个、叫惊绝，哦，惊绝，听绝，嗯，这是个多音字，惊绝，稍微对你说，稍微是产生了点兴趣啊，好好打还是挺好的，我喜欢玩辅助，辅助不用补兵。辅助不用补兵，你也可以玩打野，打野也不用补兵。打野的那个英雄不好看，女生都会比较好看的英雄。什么莉莉啊，打野她又不强势，对吧？别的打野都不怎么样，你觉得呢？打野，我喜欢蜘蛛打野。好丑啊！蜘蛛还丑啊，蜘蛛。嗯，你像辅助就有什么露露啊、拉克斯啊，然后萨莱芬妮呀这种，对吧？行，我不太玩辅助，我玩辅助塞不动。哎，利希每次都跟个猪一样，我还不如玩蜘蛛呢。你说话真的好逗啊，跟个猪一样。快点的，到没到？到了，到了。开着我的劳斯莱斯来了。你会开车吗？啊，我不会开车，我会开小黄车，算了。小黄车？校车？就是不是通往幼儿园的校车，可以吗？我就真的，我觉得你需要净化一下，我得净化一下你。我给你看个病吧，真的。你有没有就是最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儿？你给我讲一讲。想知道我的隐私是吧？等一下，让我想一想是吧？你想太赶上来了。嗯，你想想。嗯。啊！好家伙！这家伙，哎嗨、哎，这五个人，快给我挡一下呀！走呗，走呗，可以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五个人，五个人啊，五个人啊！我的妈呀，让他自己上吧，要我说，这怎么死的？我活了！哎呦，这都能撞上我？打麻将啊！最尴尬的事情，我想一想，就，
你想想。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文艺汇演嘛，然后那个时候表演的跳舞啊，然后就是结果在那个就是舞台上面就摔了个狗吃屎，应该是啦，摔了个狗吃屎，然后当时流鼻血了，然后就下面那时候文艺汇演完下面好知道吧，然后整的我心里就特别难受，就下边好什么？好多男生哦，在看，有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在盯着你，就看见你抓了个狗吃屎，是吗？哦，那确实挺惨的。对，然后呢？那个以后就不敢再跳了。这泰坦闪现割我，我也没办法，算了，死死吧。我也知道，我也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ADC。我不是在你后面吗？你别这样讲自己。没有了，然后呢？我眼里是非常的重要的，从此以后就不敢再跳舞了。哦，确实，那就是比较的惨。我在这里等你。然后呢？就没了。没了。你不是要分析吗？你作为心理医生，你不是要应该给我分析一波吗？我分析过了，我一听我就窒息了，我就寻思那算了吧，没救了，拉倒吧。你也太坏了吧！你以后你也别跳舞了。之后你说我没救，以后你基本上就跳舞也就无缘了。我窒息了。那我是不是还得要给你转800块钱呀？那可不，其实我也没太跟你分析，我说实话，我们这你这分析的也太八百，咱也不能随便给人看了。刚才其实我没怎么跟你分析，我只是想听一下子这怎么回事啊？不让人活了是吧？我的天哪！俺们队友哪去了？俺们家队友在哪里？这一波是简简单单抓波下是吧？真不怪我们菜，真的。这确实是跟我没关系。刚刚不是很菜吧？跟你可能有点关系。什么 ？ADC 的死亡完全就是因为辅助的插眼不到位。我插完了，我真插完了，给我清掉了。哎呀！完了！还行啊，可以接受。我把 ADC 杀了，就我也一天八百吧，我也不能随便给你看，你得先表示表示你的诚意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看都看了，还要诚意？要什么诚意？诚意，你学费有没有那种就是那个？照片啥的，那怎么样？稍微凉快点的照片呢？那是。那肯定有的呀。然后果然我可以再给你分析一波啊！我可以再给你分析一波，看看你，先看看你的诚意。那我行吧，你等我好好给我分析一波，好吧？行，好好给你分析一波，顺便我再给你涨涨粉。我在相信你。哇，你好刚啊！我的天哪！没干过他，啊，薛斌是没太干过他。哦，这小子跑得有点快。投降了？这投什么降呢？这有什么好投降的呢？虽然我没打过他，但是我气势打出来了呀！你可以跟他杀着光头，漂亮！小龙是不是没了？小龙还有没有？没了，刚刚去过了，他们去了。
我先来中路收波兵吧，我要开始认真了。认真，认真，认真。嗯，我要开始认真了。我从业这么多，这么长时间啊。啊。我还是认识挺多那种的精神病、精神疾病的那些兄弟的，是不是？我可以让他们给你略微的涨涨粉儿，然后你可以来一个稍微凉快点的照片儿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再相信你一次啊！千万别骗我啊！别忽悠我！真的。随随便便两千多人，各种精神分裂的那都有。哎，就是哥哥啊！哎，我其实很想问，就平常不是很多男生会要陪玩的照片嘛，我就特别想问问你，就你有腹肌啊什么的吗？不要，根本不让人玩儿啊！我就想问。根本没法玩啊，这漂亮凯隐，哎呦啊，吹波扣，这还不怎么的，吹波片太难玩了。ADC 根本没法玩，这就是我不累玩的 ADC 呀、啊、无论是谁呀、啊、都是一顿往脸上冲啊。你刚想问啥？啊？我说你有没有什么，就是经常都是老板问陪玩要照片啊什么，我就想问问你有什么，有没有腹肌啊什么的，问问你要照片，对吧？问我要照片，我有腹肌。互相欣赏一下。我腹肌一大块。一大块 ，OK。猛男，果然是猛男。嗯。整个一大块，九九还是得皈依呀、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又来人了，又来人了，又来人了，又来人了！哎呀，我哎呀，我没有办法，他这个还会转弯，我操！来来来来来，打大龙了，打大龙了怎么办？那俩人跑下路干啥去了？你说，俩人跑下路收兵去，家伙！这波只能看我表演了，这是一只秀泰斯。完了，他死了，我怎么办？哎呀，还行，阻止对面打大龙了。石头人别死就行了，啊，还可以接受。小哥哥，你喜不喜欢旅游啊？旅游，喜欢旅游啊。你有没有去过特别好的城市，就是会让你再想去一次的？我去过铁岭，铁岭就挺好的。玩什么呢？铁岭。看牛粪啊！铁岭去我老家看牛粪，给个红吧。这有啥好看的呀？我当真嘲问你呢，你不要提，不要闹。牛粪有啥好看的？那一坨在地上。牛粪有什么好看的？牛粪只有牛粪呢，那没有别的。你说不看牛粪看啥？那你还想去啊？我是想问你那种去了还想再去的。完了，这又大了。哎呀，我没放出大。哎呀，我不让我动啊！这没人让动啊，不让动啊！哎呀，我的天！你战斗的时候，你会摸摸你的脑袋瓜子吗？
没事，一条小龙而已。但是对面碰他呗。我发现玩的呀，还是有点猛了。我这种猛男型的不太适合玩这种 AD。那还是下次你玩上路吧，玩中路也行。可能我们没有下一把了。啊！不要哥哥！你要不要的哥哥？哥哥，哥哥弟弟的妹妹，可能也够呛了。一会儿看看吧，我看一看你这个凉快点的照片属于什么样子的。给你整明白好吧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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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00+230，不行不够。GG。不想输，输了就会自闭，好难受啊。没事，输输吧，输一把赢一把，其实可以了，五五开吧。这把主要是下路老打麻将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就说我不玩 ADC， 非让我玩 ADC， 我都不玩。对不起嘛，对不起，我的问题。我吸住他了，我吸住他了，给我追！哟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5-12了，杀对面 ADC 呀、啊，杀 ADC 漂亮。只能说 AD 玩的不是特别好。是 AD 玩的不是特别好吗？我的问题，但是他们是 ADC 玩的不是特别好吗？好，哥哥，你是最棒的。话语啊，稍微。你玩得很好，真的，哥哥，我的问题。他们打死的弩弩，我太可恨了，老跑我下路打麻将。对，一来就来四五个，太过分了。还是我太菜了。投降吧，我发起。不要。差不多了，够呛了，打不过了，对面有龙神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没生气啊。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语言之中听出来一个人生没生气吗？我不是学心理的。没生气，生气倒没生气。我主要是着急，你知道吧？着急什么？着急，赶紧打完，俺俩赶紧交换。哦，原来是这个，可以，很秀。这把游戏输赢已经无所谓了。杀 ADC， 不是 ADC 呀、啊。啊！哎呦，我这虚区。哦，哥哥，还得是你啊。有意没有？有意没有？有。好意。好意 ，nice。给我整死！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要起飞了呢？你又觉得你行了是吧？哎呦，我感觉好像要行啊，好像要行，我站起来了。8-13了。哎，你别看8-13，13那个你别瞅，你现在要是8-08，是不是还行？可以，不是你这个 ID 太搞笑了 ，SKTT 不打野。
黑菜鸡。我去打个红的。有红，漂亮。我听见了一句数字。可以中团了，团了，然后一波了，对面一波，兄弟们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团，团起来，他们不推，啊，他们不会推的，还六十秒呢，问题不大，推中来，兄弟们，小心努努啊，他来你就直接E他，然后你走个位，明白了没？好，啊，兵线没了，小绿人越塔。那很明显，那是不能约的。好，一他 ，OK， 来点点点点滚。哇，牛啊，哥哥！点一，滚点，这没血了。我扛的。哎，他爸还没放，一他。抠他！没有了。我刚没有技能，我只能近身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人儿直接就一下，我人儿就没了。我这人儿没的很奇怪。我得来个水银了呀！这是我们少了点吸血吗？是什么东西碰到了我呢？我刷一下子，我人儿就没了。还行吧，对面远古龙看能不能拿一手，下波我双招。石头人说，我说一波，石头人说你有那能力吗？瞧不起人是吧？下漂亮！哎呦，凯野 ，nice， 六六六啊！来来来来，回家回家，青钢影啊，青钢影拆基地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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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后面加了卢光，你给我上墙！完了，没事，算我们赢了这把。太可惜了，小意思，啊，这把好可惜啊，可惜，但是打得挺开心的，确实可惜了啊，差一点点，跟你打游戏好开心啊，开心是吧？那你要不要给我下一单呢？给你下一单啊，你给我下一单，可以给，多少钱？800。不是吧？你也可以用你的照片来交换。下一单吧，打个折好吧，打个一折可以吗？你也可以用你的照片来交换，来吧。啊，我发在你 YY 公屏上面吗？还是我加你的 YY 啊，哥哥？你加我 YY 就行。嗯，好。我看看啊，我也给你找一个，我这找一个这个。你只能你加我，你这个有问题。啊？你有问题？不是，你的验证问题是我的游戏职业。啊，那我给你，我看啊，我也不知道我职业是什么，我加你一手，加上呗。嗯，好，那你接下载点我啊。行。真不错。你 ID 多少？我再记一遍。103537573。103537573，哪个房间可以找你？就这个了。就6668，三个六一个八就好了。你以后点单可以找到我。6668可以啊。来，这是在家里拍的。我瞅一眼啊，点不点你这得看你的照片。嗯，然后这是去年夏天拍的。你这家庭状况不好啊，这裤子都坏了都。这叫破洞裤，知道吗？你岁数大了吧？
我还寻思我要不要我给你凑个，去年的夏天的我给照你片凑挺点可爱凑的。点资，我给你买条裤子呢。哎呦我这，没事，你多给我下两单，我自己买好吧。还行啊，这还想买什么我买什么。那我就想买什么我那什么吧。嗯。我看你这照片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确实是还行，还行。我可以给你这个给我的朋友介绍介绍，就我那些就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些兄弟，精神分裂的那些兄弟，让他们给你们给你点点关注去。然后以后这个，以后要是有单的话，就得看你自己了。那你还没有给我，那你还没有给我看看你的照片。啊，我给你，我给你就给你来一张吧。我就给你来一个。好，嗯，我准备一下音乐吧。就这个了，兄弟们。刚刚不是说要听那个绿色的吗？就这个了啊，就这个了。没有全身的，就半身的，凑合看吧啊。我看一下，怎么？凑合看吧。好。怎么？哎，发送一首图片。接收。打开。我操！你这个。你这看起来有点眼熟啊！啊，眼熟啊！你这看啊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我沈阳彭于晏好像确实哈，确实我这名气还可以。不是，是那个小品明星吧？你是不是演小品的？什么小品明星？你扯犊子！哎，我一时间想不起来。我确实，我得给你来一把刀了，小品明星，我得给你刀了我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逗你的，确实挺帅的。应该你就是你自己，知道吧？你平时看不看直播？你在我心目中是独一无二的，哥哥。那肯定没有人长得跟我一样。看，看看直播，看直播。你这个还涂口红啊？我再给你来一个吧，我再给你来一个照片吧。这个照片不行，其实我就是这口红就是自带的。纯红纯白。不是你家庭条件也不太好吧？为啥呀？是不是？你袖子都起球了，毛衣都起球了。袖子起球了吗？那是羊毛衫儿。我需要来一个我的身材的照片，给你来一个啊！我的身材的照片，我给你来一个。我看看。打开文件夹，哥哥，你这个，我这，你这是，虽然图片有点模糊啊，但是还行啊，还行。虽然图片稍微是有点模糊，你这个腰上是长了囊肿吧？啊？那是腹肌还囊肿，肿瘤呢还，啥也不懂了。不是，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还本来我是想让我兄弟们啊，平时我还直播啥的，我想让我这些兄弟们给你点点关注的，但是算了啊，但是算了，我这一个囊肿的人，我就不给你点关注了，拉倒吧啊。不要。这个半半不是。10。你这个照片以后少发，知道吗？10353757573，我现在我就给他取关了，我给你点个差评吧，我这。你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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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办办。正好我搁这直播呢，兄弟们，把这个京教教给他充了。你在哪个平台直播啊？我在斗鱼。我平时就给人讲课。就是给你讲的精神上的问题。你点关注什么？我平常也看直播，也看直播的。斗鱼兰陵汉你知不知道？孙悟空。那是个大主播。那确实。那是个大主播。确实是个大主播。不是你，你是吗？你是吗？是哎呀，我今天又遇见了。我可大。其实吧，其实我之前遇到过挺多主播的，但是我对你懂吧，就早已经知道了。没想到你还会上爸爸来点我啊！我的天哪！啊，没想到吧？好激动啊！没想到吧？没想到，没想到。那我能去看看你吗？
你非得要带个飞机来呗。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啊！等一下啊！好，你接吧，接吧。喂，喂，妈妈，什么？交电费啊？多少？200块你那钱什也么，都没有啊，妈。我跟阿姨说，来来来，我跟阿姨说。什么？200块钱都要我给你，我也没有钱，妈妈。我跟阿姨说，阿姨哦啊。哦，哦哦哦，我妈说叫我等会去小区楼底下多捡点瓶子。他要你要去交电费去啊？我们家连电费都交不起，你阿姨挂电话，电话的那么快呢，真是的。